绿色照顾是农委会推动的重要政策，因应台湾即将在2026年迈入超高龄社会，表示65岁以上的人口会超过20%，到了2065年，高龄人口更会超过40%。随着医疗环境进步，人口高龄化是全球趋势，相关配套政策及软硬体设备都有急迫性。特别是农村原本就是长者居多的环境，要打造一个让长辈安全居住生活空间及模式，更加刻不容缓。随着医疗环境的进步，人口高龄化已是全球趋势，而因应台湾将在2026年迈入超高龄社会，相关的配套政策以及软硬体设施都有急迫性。特别是农村原本就是长者居多，因此打造一个让长辈安全居住生活的空间及模式，更加刻不容缓。那个大家都尽心尽力为了这个社区在争取这个荣誉。就像我们去年做那个全国家环境教育也是一样，也是都是团队在一起努力，然后水保局一直后面在帮我们在推，所以才能够得到国家环境教育奖全国的优胜奖。而所谓的绿色照顾，是利用农业促进人类身心健康、改善生活品质等等。而水保局也从1999年7月推动农村再生，奠定了完善的农村生活、生产、生态环境，结合食农教育、园艺治疗等工作，以绿饮食、绿疗愈、绿关怀及绿场域等四面向导入农村社区的长者关怀照顾。农村不仅是绿色照顾的实践基础，也是绿色环境体验的场域。我们绿色照顾也是最近我们在推的啦，那我们就是希望有四个方向，第一个是绿饮食，第二个是绿环境，第三个是绿疗愈，第四个是绿场域。那我们希望是说借由这四个方面能够让社区的这些长者由初老的长者来照顾老的长者，那希望是说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的长者都能够受到关心，那在饮食方面大家的互相照顾，然后我们把这个环境整理好，是一个绿色的场域，大家在这里能够身心愉快。再来呢，我们建立一个绿色的疗愈，就是可以让长者来这里动动手。那另外的话，绿色的场域啊，这个绿色场域就是把我们会协助有需要的社区把这个场域建置好，让我们社区的长者在一个平安安全舒适的环境之下，大家彼此照顾，让长者可以延迟他的年老，而且我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让长者在这里生活。而目前水保局花莲分局也针对了花莲市国福社区、吉安乡光华社区、顺凤乡峰山社区以及光复乡大埔社区来进行示范推广，期待未来广纳更多农村的社区来加入。记者林杰，顺凤乡采访报道。